认识刘少那边请的伴郎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又见面了。喂，怎么回事啊？伴郎不是刘少那边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你也不能找他呀！你不知道我跟他……喂，我是你的司机吗？安全带系上。但你得先答应我三件事。好。你都不问什么事就直接答应，是不是太敷衍了呀？你说什么我都答应，只要别分手离婚不要我。弟弟，你想的也太多了吧，我可没说要嫁给你了。我可以等的。不过我现在要去趟饰品店，戒指忘拿了。忘了？这么重要的事你都能忘？一会儿要是晚了，你自己跟小云解释，我可不管。好，系安全带。阿爹，你干嘛？你就这么不想让我碰你？啊，连你也觉得我是多余的，是不是？一个一个都说是为我好，他从没考虑过我的感受。为什么季子三万和周瑶纠缠在一起，自己解决？你想过后果吗？今天如果没有我出现替你挡那一下，你想过后果吗？啊，你想过我吗？如果你出事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今天就是一场意外，就算没有你，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。什么叫意外？你的意思是我多余是吧？我把你挡那一下，你觉得我多余？是我一厢情愿，我一厢情愿，我不该出现在那儿，你根本就不需要我，是我一厢情愿，对不对？阿爹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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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珍说。只要我病了，你就不会离开我的，所以我就不想吃药了。只要我病着，你就不会离开我的。可是我现在我不吃药，你还是要放弃我，你们一个个都要离开我。你没有吃药，药呢？在意我呢？你不是都嫌弃我吗？你不是都要跟我分手吗？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都要放弃我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弃你了？江爹，是你自己在放弃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努力，我想拉着你跟你一起变好，可是你呢？你居然瞒着我把药给倒了，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，江爹？为什么要瞒着你？你自己情绪失控有多可怕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江爹，我是人，我不是神。我可以陪你治病，但我不是你的药。
瞒着你的初衷，是因为我爱你。我现在也想继续爱你，可是江爹，你觉得我们现在还爱得动吗？爱得动，一定爱得动。姐姐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阿爹，我明天穿这件去好看吗？这件也行，这件呢？答应我的补偿呢？你不是说不去参加这个活动了吗？补偿是今天，活动是明天，又不冲突。不行不行，就是不能去啊！我之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去参加这个活动是为了积累资源，而且为了舞蹈工作室以后往高端做铺垫。我之前让你陪我去了，是你自己没有时间。好吧。要去也行，穿这个，这个好看。阿爹，你知道什么最好看吗？什么最好看啊？不穿。那什么时候不穿衣服呢？就现在。睡了吗？没睡呢。想看星星吗？好。星星啊，在哪儿？哪儿？这是你喜欢看的星星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因为我喜欢跟我一起看星星的人。